老公，中国人太勤奋了。那是。我5天起来，我便写着早点，告诉我们不要迟到。那是早餐。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他下半身是怎么样的。啥玩意儿？咱俩玩会儿啊！你疯了啊！你是人质，我是绑匪，玩啥呀？这样，你问我。你是小白兔吗？啊？你是小白兔吗？是呀，我是小白兔啊。好不好玩？你再问，你是长颈鹿吗？你是长颈鹿吗？你傻呀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是小白兔。你到底有完没完了？什么玩意儿有完没完？你想咋的呀？我告诉你 Lucy， 你别不珍惜我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在公司找个新男朋友。哎，剪掉了。嗨，小姐姐你好。Hello。啊，是个外国美女。Can you speak Chinese? No. Okay. Morning is your. What? Morning， 刚才从你的兜里掉出来的。Okay. Okay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刚刚开始坐，哎，妈呀！看着我们。你看后面这一群们都是我新找的女朋友，大学没白念，妈呀！你看我不光毕业了，你瞅，来跟我妈打个招呼，你们照顾。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？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要我唱几首歌？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，什么大伙儿喜欢呀？什么大伙儿喜欢、嗯？我问问你啊，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喜欢吗？不是，是不是有点私密了？这话题是不是敏感了？太敏感了，问就问敏感的，知道吗？多少钱？一个月不到10万块钱，不到10万。嗯，说具体点，4300。您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啊！你们管4300叫不到10万呢？4300到10万了吗？你看那个郝建的样子，你看看，4300到10万了吗？哎，确实没到啊。你呢？啊？你呢？我每个月不到1亿。你就直接说3000几？3500。3、2、1，女人骑车，男人骑车，小孩骑车，上坡，下坡，哈哈哈哈。